我是 Rena， 这个课程我入嚟之前咧，就系、个人系好无助啊，好个心好急嘅，好空虚嘅。咁虽然我之前都读咗好多课程，人生都经历咗好多，但系到呢一刻咧，就系、是、好多嘢咧，就系、是、令到我好无奈。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去令到我自己可以走下去，我人生不知道怎样走下去，是一个很特好近几天是一个朋友就分享了一点点东西，我就立刻很吸引，就说我都想进来去体验一下。那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是令到我不舒服的，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自己不是很想去看到，又不想去再揭出来，又不知道掉在一边、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压住在自己的心底里面、透过在这几天、Avalon 这样将我底层里面很深很深很深深到我自己都不敢再去拿出来，不敢再去揭，不敢再去想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挖出来。在这个过程里面令到我自己释放了很多，舒服了很多，也都带给我知道我自己怕些什么，抗拒些什么、不想再面对些什么。透过几个练习，在个爱嗰方面，爱自己嗰方面咧，我都好辛苦，好辛苦。原来爱我自己系咁辛苦，我都唔知道。原来忽略咗我呢个人，自己系咁多啊！好，有阵时我都会同自己讲，我都爱自己，爱锡自己嘅。但系原来系个滴滴堆嘅就原来都系得。咁当喺经过呢个练习咧，原来我可以。可以愛回我自己、可以去、接受自己的所有的東西、好與不好、以前自己覺得自己不好的東西是沒有的，或者是蓋住不想拿出來說的，但是現在原來那個就是我來的，我可以、就是、可以接受自己去愛曬自己的所有。那、是好唔同噶，以前咧未經歷過呢樣嘢，就等於老師喺 Love Form 話，我之前原來我發覺我係生活咗一個外在係100%嘅外在，我乜嘢都有，但係我入邊咧好唔實在。嗱，依家我要經歷一個係內在嘅世界，我先至真真正正嗰個係屬於我自己嚟嘅。咁經過咗今日。上晝我可以在我的腦海裡面找到我以往都沒有的立場，我原來現在是有立場，我可以回想到我人生裡面如果現在發生的有什麼問題呢，我以往我都會用一個很受害者的感覺去處理，但現在我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很坦然地很平淡地可以去很輕鬆地去處理一些我人生裡面的難題，這件事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有、立場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希望我都可以再繼續走下去，更加深更加好。